实力名不虚传，地脉的秘密我已知晓，命运早就指向了毁灭。而500年前的承诺，至今也无人兑现。神之星在你之手，又有何用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听上去。 你不只是为了冰之女皇而来。危急关头，总要有人履行拯救的职责。既然你的计划毫无进展，那就由我为纳塔塑造新的规则。但新生之前，注定是毁灭。哼！看来你不准备长篇大论。 传达下去，把队长和他的帮手都找出来。没事吧，虎神大人？